给你看个视频。看的，你看吧。还是没讲，你看吧，马上来了。啥子东西嘛，你不能直接回来了，快看。你没看懂吗？没看懂，啥意思？你再看一遍。又送了房，你直接快点到他那儿。哎，你看嘛，看他跳出来的时候。你还是没看到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再看没？你是不是傻？你骂我干嘛？我给你看好笑的，你还骂我？哪个笑就直接说嘛，一直喊我看，就是要自己看了才好笑啊！我又不晓得哪个笑，你这个说笑点在哪儿噻？哎呀，算了，给你看一下我心情，跟那个猪一样，那不给你看了。自己笑得莫名其妙，还在那儿说，这种是不是只有你觉得好笑？我笑得莫名其妙，你真的是没点幽默细胞。你不会觉得自己笑得很独特吗？来，你看这个。你看吧，推一个。你不要给我看这些垃圾东西了。推一个，你看吧，看，我不看。哎，你看嘛，看了。你就不看。看吧，看一家。我操！我是故意的，你咋了？啊！我看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不看，你一直给我看。生气啊？哎呀，那么。你打回来嘛，你打我一下，我不生气。啊，你打我嘛，你打我，打嘛，我不生气，打嘛。哎呀，你打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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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打嘛，你打嘛，你打嘛，好。Thank you.